近年来我的体重不断的胖升，我自己也无法接受。为了脱离这肥胖的体型，我决定每一天放学后去运动，但是上课的时间太密了，让我无法依照计划去进行。当先食赖推出后，我决定每天早餐还有晚餐都饮用先食赖，然后再配合上运动。60天后，我成功地减去了20.8公斤，这个效果让我非常的满意。如今我每一个周末都会去健身房健身，以便能保持我的肌肉的质量。